以下将会示范点样使用尿套，需要由一名照顾者为长者进行。尿套是套在阴茎上面的橡胶护套，再接驳到尿袋，尿液会通过接驳管引流到去尿袋。注意，如果长期使用尿套会有机会引致皮肤受损的。我们要怎样放置尿套呢？用番碱和水清洁双手和阴茎，仔细冲刷并且抹干阴茎，检查阴茎，确保没有任何破损或者发红的皮肤。不同的出产商有自己的指尺去量度阴茎的大小，需要为长者选择合适的尺码。将尿套固定器缠绕在阴茎根部的套上面，固定了之后不要将它包裹得太紧，因为这样可能会阻止血液流向阴茎。将尿套连接到尿袋，如果有需要可以用扣针将尿袋的管固定在床单上面，确保扣针是绕过条管而不是穿过条管。尿袋的位置必须要令到尿液由上向下流动，不可以高于膀胱。如果长者在床上，可以将尿袋挂在床褥以下，如果坐在凳上面，可以将尿袋固定在低于坐垫的位置。请注意，每日都需要使用新的尿套和尿袋。排空尿袋的程序，首先要用番碱和水洗手，以 70-80% 的酒精棉抹干净尿袋排出口的开关掣。打开尿袋排出口开关掣，放出尿液入量杯里面。要小心避免出口的开关掣触碰到量杯，以防尿袋出口受到感染。关闭尿袋排出口开关掣，再以 70-80% 酒精棉抹干净开关掣，将尿液清倒至马桶里面，再用番碱和水洗手。当尿袋有三分二满，又或者每隔4-8个钟头，就需要清空尿袋一次。如果使用较小的腿袋，应该每3-4个小时清空一次。